力哥，你坐。你还好吗？好在我们在码头就拜了堂，成了亲，天地可见，我已经是他的妻子了，我一点也不觉得可惜。子清姐姐，以后你就叫我大嫂吧。你大哥这个人啊，不善于表达，不过我老早就看出他对我有情了。你看这些都是他给我写的信，那时候祖父去世，他告诉我不要难过，逝去的人都会在天上看着你。这是第二封，那时候我被我爹关在府里，他找人偷偷捎来的。那时候我已经在教他写字了，他说他写的最好的两个字就是子衿。这是从北京送过来的，他说他就要回来了，回来娶我，就是他打赢这场仗的信念。丽妃，你都一天一夜没吃了，你多吃一点，要不然的话身体都不好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来，把家的衣服啊都放到那边箱子里啊，放整齐了啊。这谁的东西啊？娘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歇歇啊？谁是你啊？你怎么会在嘉儿的房间？啊！这里是嘉宁阁，这是我给我女儿准备的。我这里所有的一切，每一件家具，每一件都是给我女儿准备的。谁让你搬进来的？是谁让你搬进来的？夫人，啊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谁让他搬进来的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想害死我的人，他怎么可以搬到我女儿的房间里来？你在我们沈家这么久了，你不知道吗？这是我女儿的房间，这是嘉宁阁，你怎么可以让他搬进来？你怎么可以让他搬进来？为什么要动我家儿的东西？你怎么可以动我家儿的东西？别动我家儿的东西！丽妃，求求你，你离开我们沈家，我求求你，你离开我们沈家，你不要再碰我家的东西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你离开我们沈家，不要再碰我家的东西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离开我们沈家，求求你。夫人，对不起，是我错。我现在马上就离开。您起来，您起来啊！小心，快收拾东西，不要再让夫人生气了。快啊！夫人，李妃已经答应了，我们走吧。我会搬出去的。马上搬出去。
风儿，你去哪？姐，你不要阻止我。爹和大哥已经不在了，我不能再让你去冒险。就是因为爹和大哥都不在了，我才要必须去。我是沈家最后的男儿，我不需要保护，是我保护你们的时候了。姐，我知道你要去做什么，带上我。好，那你必须听我的。既然你誓死都要做他的狗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分头埋伏，去那头等他。